这么大的一个嘴，想着扑一样的，这么大的一个嘴，想着扑一样的。怎么大的一个嘴？想着扑一样的。这一条是压轴的叉二零啊。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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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呦！好啊，你们一个个抽了号不下杆，骗我说打养的时候狂狗啊，要全部在这里看到没有啊？等关张养啊。对，这里罗非沙窝了，他等养停走再开，啊，告诉我开杆狂狗。来做事也是小白鼠，小白鼠是吧？那我听众了，老板啊，我跟他们一样的啊，一起开口啊。他这边呢是双的档，不用去讲了，我肯定选择最高的那个档。 因为我是最粗的那个韭菜嘛，对吧？看来我们选择的是800的档，如果说掉那里面带书包的啊，就是鱼乘以1乘以2的啊那种的啊，加标加50，就850。那肯定不差那50块钱，那大满贯直接打满啊，3选1啊，14，哎，叫他为好，真的假的？听人劝，吃饱饭直接去10号，3炮怼3包，9.8黑水。 这个东西可以多加点，因为老糖底来着的，6盖恒星8道素釉，8沸白奶6盖，水比1:0.5，静置吸水3到5分钟，再加点虾粉，基本上就够了啊。我们的散泡呢就已经开好了，一份冷诺尔拉个球放了200毫升，冷诺尔一份甘味一份腥味，金8道强攻加1盖，9盖黑水加4盖，8沸白奶2盖，将这个冷诺尔将拉个球搅拌在一起。 你再将里面加一点点刺猬青啊，再加一点点虾粉，啊，再将里面的这个空气啊，给它排完，给它压紧实一点。我们饵料就已经全部开好了。这养一停这些大师们才陆续开始，看到没有啊？开始抽窝，开始钓，啊，你看都是多聪明的呀，看到没有？陆陆续续全到位了。我们前期上来呢，选择了一只3米的 RS91的6号杆，主线2.0，绞线1.0的碳线，钩子9号罗非锈，浮漂吃铅1.6克。进去探一探底试一下，频率节奏的话还是一样的，走快一点。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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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一个人开心，你跑鱼全塘都开心。快点慢点，刘总。这么快啊！ 新标啊！哦，这就是命呐！对，那个标离我也很近呐。我是不是下午听人劝又听错了？听最真诚的劝告，挨最深的刀。分点动作给我，他这一窝子的炮，他就是不吃啊，也有鱼。这种动作肯定不敢打。 这种动作老老实实起杆，别打它，你就一目标，你想干嘛，我下面压一下，你就飘黑了。啷啷啷啷，啊，压你一下，停，啊，慢慢磨啊。像这种动作，我们都不要去理它，冒一个泡，一直磨，哎，磨。 忍你多久了，大哥？这是正口12点吧？抽网还没有弄，来吧，头朝上，头朝上，我让你磨，来，看这个大手，看到没有？哟，它能跑了！哎呦哎呦哎呦！啊哈，老板，我这条鱼中了啊！你们都看到了啊！ 看到了啊！我给他放下去了啊！给我记一条啊！给我记一条！来，过来吧！猪头肥呀，像个猪一样的，没有，哇！看到没有？ 像个猪一样的这个大嘴，嘴巴张开，给它看一下。你这么大的一个嘴，你吃口一目，那种半目半目的慢慢的摸，这种的，来放下去啊，进去吧，我的金鱼了，来啊，轻点点，哇，慢慢磨啊，给我起来，好。
来吧。我就喜欢罗非的这种眼神，知道吧？看谁都不用正眼，就是这种桀骜不驯的眼神。走，跟你的同伴关一起吧。走，两坨啊，中层也行，上层也成，就是呢，别下层抽，因为你窝子面来鱼了。你窝子面有鱼的情况下，你下层抽很容易去卯到鱼。大飞啊，你一场也就个钓个几条鱼，你卯到跑了划不来。饵料呢，不要去拉太大，我们拉完的饵料呢，你自己去给它修一下，保证钩柄上面没有，然后呢，其他地方呢没有这种毛边，让它吃的时候呢更容易吃进嘴。顶顶顶压啊，再顶顶顶，我就等你炖。来吧，我去，啊这个，我去，我靠！我活不了，这个怎么偶活呀、啊？这正口十二点，我哪里偶活？你们猜一下这条大概有多重啊？我们现场呢都大约知道这条鱼是有多重的，很厚，你可以看一下，特别厚。这个偶活，现在随便你偶活，就这个，五个了，还差四个，又开始推，慢慢压啊，这种动作。我哪有偶活？哎，别做，你们不要做好吗？不会偶活的。过来过来过来，这下跑不了吧？那个幸运标是十三条啊。哦，没事，没中，没中，我就问一下。我去。厚得很，看看这个大嘴，一直在那里磨，就在那磨来磨去，磨来磨去，干起来了。吃口吃的不干脆，在那里慢慢磨，让它反省一下。关起来，进去吧。现在窝子里面又有一条鱼，这就看它吃不吃。喏、哦，压压压啊！这种打不了，这种打的话，很大概率就脱钩了。就这种很浅的这种口。毛的，本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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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，大哥，我佛山的，本地的，啊好了，给我起来，本地的，本地的，本地的，不要跑，毛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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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，哦，哈哈哈，喊地的也没用啊。这条鱼一直在这里蹭，一直在这里蹭，还是没搞到它，还是没，还得忍。咬，这个咬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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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大，哎，我去，咬。啊去，这就是一条龙。呦呦呦呦呦呦，老板我要跑了一条。滚，尾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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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标有标，有了有了，哎呦呦呦，有标，有袋鼠包的。是啥？差呀！那差零五，那我上岸了呀！下去吧。张龙平，少了个零，少了个零，差啊差啊！好嘞，我现在有，就是磨得厉害呀，慢慢蹭啊，哪有磨这么久的？他动作又不大，来来来，看看到没有？毛的，毛的，毛的尾巴，给我起来！我去，我活不了，我活不了，千万不要我活，切不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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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还不能跟他硬拔。哎呦！
去，往哪里去？别跑！切不了，切不了，本地的，本地的，本地的。啊！还是江西的，赶紧走啊！来，没力了吧？有标吗？没有标啊！有标吗？快！漂亮！大公飞毛到他尾巴，毛到公鸡了，这么大的一个，我去！这是猪头飞了，不止吧？我去，我大尾巴，我挂到发动机了，哇！搞不动他，搞不动他，搞不动他！我去，大嘴，你看看他眼睛，看这种桀骜不驯的眼睛。来，来吧！你往哪里跑？磨，慢慢磨啊！啊！让你磨，让你磨。哟，还好跳进篮子里面去了啊！这要是跳到水里面去了，老板没看到，那就不算了。我已经有一条跳水里去了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鲨鱼啊！我去你啊！这么大一个，我刚才掉下来已经跑出去一个，又是个大草鱼。哇，这个！这个大，这个大，这个大，去做酸菜鱼啊！那条啊，哇，弹的身上全部都是，那就刚刚好啊。那就这条草鱼呢，就收干了。等一下让老板过来回一下鱼，看一下多少条。啊，回鱼了。鱼在里面吧？啊，草鱼在。带回去吃啊？啊，东哥带不草鱼。好的。价就冲出去了。啊？我两条草鱼没有一条，你的草鱼，酸菜鱼没了，我还有一条罗非是跳出去的啊！哇，出去了一条啊！三条，三条，出去了两条是吧？三条，五，总共十一条啊，总共十一条。一条啊，就等于十条嘛。罗非加两条草鱼。对，我本来的草鱼要做酸菜鱼的，两条全部跳出去了。1020本，如果带这条的话，就是回1020吧，11120啊，那个吊票800吧，那850，勉强上岸，好吧啊，今天这个天气已经很恶劣了，整个下午钓的这场罗非呢，就跟那个老大爷下象棋一样的，这个漂顶起来啊不动，慢慢的又下去又不动，整个过程呢就是浮漂的一个口。它的一个吃口持续的时间特别长，如果说你忍不住，那就卯鱼，然后就跑了。就整个过程呢，只要口动了，啊，这个磨口的周期就特别长了，就看你是怎么忍了啊。还有同时呢，你把窝子去给它做好就行了，让你窝子里面持续有鱼，尽可能的不要去卯它，因为卯不起来，在窝子里面炸窝就没了。这一期呢就到这里了，感谢各位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啊！这天黑压压的，赶紧跑啊，等一下下雨了。